每一个有成就的艺术家不一定都是世家嫡传，汪云先就是如此。汪云先1943年出生于江苏宜兴丁蜀的一户普通人家。1956年他考入宜兴紫砂工艺厂，先后师从吴云根、朱可欣、裴时明等，后又深得顾景舟大师的指导。可以说汪云先不但受益于前辈恩师创办的教、产、研、意图承传机制，还全面学得紫砂花货、木货、金囊货的工艺技法，打下了全手工紫砂基础。在这个三年学徒奇迹来讲呢，我们是一个机遇啊。刚刚进厂的时候，我们工厂还没有一个电灯，那个时候呢，我们自己马蜡做，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要加大加叠，天不亮我们就起身了。那晚上呢，我们走到几点钟休息呢，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有一块表，没有一个人有一个钟，不知道时间，只知道就是天刚刚开始有的发亮了，我们就马上就已经起身了。啊，晚上呢做到月亮还真是很高了，我们才回那个宿舍休息。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没有觉得苦，相反觉得很甜。那个时候的学徒呢，我们是白天学习技术，还有晚上呢学习文化。好像呢就是像一个大学校一样的啊。所以呢，我觉得呢，我的学徒期间呢，对我来讲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勤奋孕育了他的才气，催发了他的艺术天赋。尤其是转师朱可欣门下后，朱老精深的艺术造诣帮助他向艺术殿堂迈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给他日后在紫砂花货艺术创造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当时上级有关领导交给他师徒俩一项任务，要他们仿制明代向圣司的杰作陶杯。当这件国宝从南京博物院地下室取出来摆到他们面前时，师徒俩都惊叹不已，击节叫绝。在朱老潜心仿制陶杯的4个多月时间里，汪云先全神贯注地守在朱老跟前，心魔神追，细心琢磨。当朱老完成任务时，汪云先仿制的陶杯也成功了，并作为国家珍品送往前苏联展出。汪云先在紫砂艺术上日臻完善时，于1975年又参加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举办的陶瓷进修班，使他在理论上又大踏步向前迈进了一步。50多年来，他勤奋研习，探求创新，在壶艺中兼容紫砂各派技艺之长，创作了数百件陶艺作品，种类有壶、茶具、咖啡具、酒具、花盆、花瓶、文房四宝等。这个杯子呢，是我1970年的创作。那么它呢是一个葡萄杯。这个葡萄杯呢，在1979年的时候呢，国家礼宾司的司长呢来选做国礼。在那个邓小平先生啊，就出版那本的时候作为国礼的，啊，那是一组那个葡萄。我的心里面呢是追求一种丰盛的意境，
另外呢，为了慎重他呢，我还做了两个小松鼠在上面洗洗啊。那么现在呢，这个葡萄呢，它是用三个角来把它顶立出来的。这是一个一株叶子，里面是一撮葡萄。这是一个老的藤，老的藤呢，我把它做成像一个龙头一样的，这个藤啊绕到像一个龙头的啊。这个呢是它生出来的很旺盛的一种那个葡萄的枝干啊，又有叶子，又有一串葡萄啊，这样呢就是好像呢就是说我要把这一幅工笔画展现在我的杯子上面啊，这是我当时追求的一种意境。我给它烙到像一个龙头一样的啊，这是一个角，这是一个角，这是一个角，这个三个角呢基本上是像一个等腰三角形啊，它放在桌子上才能稳固。老的桃树梗，桃树梗作为它的主干啊，慢慢的呢就是生长出嫩的枝干和那个桃叶啊，桃花啊，花苞都有啊。这是一撮桃子，三个小桃，这个就是它的主体，就是一个角啊。这个老梗子呢，梗呢也是一个角，这一张大的叶子也是一个角，但是它的三个枝体呢也是等腰三角形的，那么放在桌子上就平稳了。但是它的杯子的身呢是一个半形的桃子，来做成一个杯子的杯身。他曾多次与中央工艺美院教授张守志等合作，运用独特的紫砂语言创造生动的立体的物体。就拿久负盛名的曲壶来说，它以蜗牛的有机生态以及自然美的弧线为基调，壶的嘴儿、把、盖儿统一在回旋的几何线中，展示了线条与力量、实体与空间有机结合的视觉美和轮廓美。他还先后创作了圆珠壶、双竹提梁壶、提梁扁圆壶、玉牛壶等新作，作品显练浑厚，线条流畅，别具神韵。而花卉类的圣柏壶、仙桃提梁壶、树柴三友壶、黄南瓜壶等作品，又表达了他精细不苟的审美情趣，充分显示出巧夺天工的艺术造诣。